实在就是 SUM。中华山林林格，2017年2400cc， 白色自排的，售价39万，都没有碰撞过，里程数10万过740次，精致型的，所以最主要是它有多 ABS 跟那个后座中央空调，内装保养的很漂亮，甚至有那个后面杆子那个塑胶袋都还没有拆除，有定速。ABS 倒车雷达、皮椅，还有中央，最主要是有中央空调冷气，对后座人来说的话，比较不会那么热。中华山林林格，2017年2400cc， 白色自排的，那公里数10万过744次，售价39万，主要配备有那个等于精致型的，有 ABS 中央空调、PE 定速，那内装保持的算很漂亮。要买好车就到 SUM 亚洲汽车。实在就是 SUM。